医院，我女朋友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对她说一句喜欢你？怎么称呼？张嘉莹。为什么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？我还是单身，我连我也都没找到男女朋友啊。彭于晏，我女朋友喜欢你。我们每次出石头剪刀布，她都是出剪刀，因为你是她的全部。她说她不想再撞南墙了，她想撞你的胸膛。你能不能对她说一句喜欢你？怎么称呼？张嘉莹。张嘉莹，为什么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？我还是单身，我。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就已经应该很知足了。比心。就都说我总是追彭于晏的话，我的眼光太高了，这辈子肯定找不到男朋友了。但是希望艾迪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，美玲你一定能找到跟彭于晏一样帅的男朋友。美玲，我也都没找到男女朋友啊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美玲，你一定会，一定一定一定会找到比我还好的更爱的男朋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那么好，谢谢你。谢谢王先生，我想替广大女影迷问一个问题。之前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胡歌都不着急结婚的，所以你也不着急。现在胡歌都家有先妻了，我想知道你着急吗？我着急，他现在都有娃了，我跟不上了。那你还是赶紧着点急吧。好，女影迷别都特别着急。好的好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啊，祝你2024年桃花朵朵开。你的帅你知道吗？是正确的、客观的、中肯的、深刻的。总之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我会改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在那抿什么嘴唇，彭于晏？你的帅你知道吗？是正确的、客观的、中肯的、深刻的。总之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你好，要不要跟学一下彭于晏的这个健身方法？一起练吧。哇，很精心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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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想对彭于晏说抱歉，这次我要选刘德华。华哥这部实际上是男主角，他应该叫男一号啊，然后跟他对抗的人才叫反派，比如彭于晏，对吧？因为我看，我觉得包括林家栋老师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一会儿帮了，一会儿不帮的。我的大哥怎么办？你们是反派，知法犯法。对。刘德华就是我奶奶，不敢说，我奶奶说她喜欢你很久了，她说她喜欢你34年了。哦。我妈妈的偶像，现在也是我的了。哎呦！我妈看你在电影里很凶，但是奶奶说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会改的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之前华仔哥拍这个《寒战》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时候就有点就想进。彭于晏在片场见到华哥突然来了这样一个手势，敬礼队。之前跟华仔哥拍这个《寒战》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时候就有点想敬礼。但《寒战》的时候，你们有同框过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是反派，他是正派。所以这一次有一点圆梦的感觉。没错。
我得表演感觉。要看不要看，要看不要看。好的了，好的了。我得表演感觉。要看不要看，要看不要看。好的了，好的了，我们再来。用广播语言，广普通话。回想一下以前真实的故事。一切从新开始啊。冷风凛凛吹动，即便真了我已经，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。脚一轻，已经过云烟。有一天看到偷拍到我写了一个，你看他的发型穿的都是九零年代的，一定是旧的照片，那我就觉得我们就对了。Find a new dude, so I better stop riding up.